你就是我的真正的家风。 我有做些基本想要问你，也不过，为什么比你活得更加重要？是我，确实是我。也不过你来过人生这么多啊。 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静怡，伫我甲你讲所有代志之前，你要心理准备，因为这个事实，这个真相，已经超出过一般人会去理解程度啊。阿金，可能想要甲我讲啥，做你讲。 我真少听，蛮信任你，支持你。其实我，不是你认定的罗家峰，我是陈中信，旁边高辈的兄弟，又想出来好势，嘛是你认为，早都失去的。 陈长志，你听我讲这个代志，你会感觉足下面吗？想做你无认为反应，还是你早知影，是不是有想去跟你讲的？这无可能啊！我刚刚需要有人跟我讲啊。 假使讲，我连我身躯边迄个人到底是真诶，还是冒牌货，我拢毋知影。那安尼，我要安怎有啥物资格当讲我万金玉上海诶人，就是罗家峰。所以，其实。 我早就伫怀疑，伫咧罗家熙的家风是冒牌货，所以我伫暗中伫咧找证据，来证明我的猜测。而且我嘛怀疑杨湘水应该知影所有的真相，所以我想要找探口风，想知影杨湘怎中风，失去表达能力。 后来是我甲间谍伫个表情当中，才来证实阮的猜测无毋对。我真正感觉对你作死嘞。其实伫个找证据的过程当中，有几啊遍拢差一点仔会当找着你，谁知嘛拢因为意外。 甲你受伤心，所以害你吃现这苦。所以你袂用安尼做。对啊，我袂介绍你熟悉一个人。 五年前，咱失去迄个爸爸，即摆倒来咱的身躯边啊！安尼你欢喜啊无？欢喜啊！我当然欢喜啊！爸爸，我是爸爸，爹你阿爸。 在这世间的头一个时间，爸爸无甲妈妈，只会迎接你。你无怪爸爸，我真正甲会当。
在相片中看到你，现在总算会当梦到你，接近你，甚至跟你讲话。爸爸很满足的，爸爸也很感动很欢喜的。其实我不敢确定，你知道我的过去跟心碎了，你敢会认为说你将你的一生交付给我，这个选择是对还不对？你知道这所有的事了，你敢会怪我这个心碎这么坎坷的人？我做罗家凤40年，结果我不是真正罗家凤，我是陈长志。你是陈长志，又该安怎？不管你叫什么名，是什么身份，我爱的都是你这个人啊！而且咱今有家己的宝宝啊，所以啊，这世人我拢要亲像像你，只要赶快给你念条条，你便想要给我放开啊！当当时，我失去记忆，把咱两个过去拢放袂记啊。也毋过，你煞一句话言拢无，嘛无求回报，伫咧爱我、守护我、做我的黑骑士。后来，我互有记忆啊，我就确定，你是我一世人的真爱。所以现在我们做你的黑骑士好不好？我会陪伴你，不管将来你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，我一定会站在你的身躯边不离不弃。多谢你继续爱我，我不了尊公提供不要别冲抵外灵性，结果其实伊是给我一个上好的物件。你甲爸爸就是天公伯给我上好的礼物。车就伫咧头前啊啦。啊！你敢有开来行去到遐？还是讲你停在遮等，我甲车开过来。照这办事看起来，金鱼已经特地我去伊遐。你即马大姓大名，已经够辛苦啊！就算讲我用白，我嘛爱陪你行过去，才会当让你顾我世界走走。感情这么好，敢需要我顺路载你开车？你来车？你跟踪我？敢讲只有你，敢来当在我的手机内面是木马城市，我都袂用有看样。参秋节十波人好唔啦？那蜜蝶精后壁创啥？敢讲你阿姨保护你一世人？敢有需要你讲话啊？家风是因为伊打精神，身体状况还未恢复的。你叫伊啥？家风？哪里我是啥？我才是嘉港的罗家风哎！即摆这个假罗家风出现了哦，就要我把罗家风这三年双手全部还倒转去给伊哦。
这是我头一次正式跟你讲话。顶下伫山间的时阵，真感谢你，无顾家己的性命跳落去救妈，妈袂晓伤水，我足惊水的。好佳哉，你及时甲救起来，那么妈即摆的状况一定会更加危险。家己的妈妈当然要家己救啊，啊你别感觉拄则你讲遐话，真假神假蛋啊。讲话敢有随安尼只口倒下？恁两姊妹的这款情形，嘛不是家风自愿的啊？敢是我自愿的？因为你即摆无清楚呢，我才是正港的罗家风，是你身躯边遐的人偷摕走我的身份甲我的人生。你说为何伊一个人安尼对我敢公平啊？你讲得无唔对，咱两个人人生拢是用江道成创治的。你甲我讲啥创啥？我只是想要让你清楚了解我的经历，我真正不是要抢你的人生。认真讲起来，我甲你拢是无辜的受害者。伊讲了无唔对啦，啊，不过我敢袂当让正义知影，我是予江道成切放大汉的，因敢会真心来接受我？属于你的身份，你的亲人，我绝对袂去甲你争的。所以你即摆意思是讲，要回去甲阮爸讲，你当年也甲阮同齐倒转去解释予清楚，安尼才会当还你一个公道啊。而且，我也会当予正义，还佮有爸爸新的生活，伊才属于阮一家人新的未来。好啦，那是讲恁等于甲爸讲这代志，我相信爸也佮有爷姐一定会当谅解。咱做一件。我敢要回去甲爸因讲出所有的真相，万不离江道成，若冤家我一嘴，爸、妈。我爷爷一定袂原谅我的，甚至袂接受我。到时阵，我要安怎？不用的，我袂甲你让因倒转去讲出所有真相。那恁爸妈都一定袂爱我，伊一定继续选择陈中基做奴家风。不了亲呢，但是嘛，袂当见死不救啊！答应嘛，讲应一声的，莫伫徛伫迄边啊，唔讲话啦。喂，吴先生，失礼啦，我只是袂记你单乱罗总的。你一目就看到伊发生这番意外，你的心肝内一定比我更加混乱。你要搞我失业啊？不是啊，跟你无关系。只是，你即摆拍算要怎做？